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第二句看起，故一法圆满，一切法之功德，是名圆满具德大疏云。如不成所居，众心拱之。昨天我们学的这个地方，主办圆明具德，主办是说一切法啊，这个一切法我们通常用六个字来说明一切法的性相、理事、因果。无论是世间法，是出世间法，那么现在呢，佛法里面讲的医报正报啊，科学里面讲的物质精神，大讲到宇宙，小讲到微尘，这个里面任何一法，大乘经里面常常举例是举一尘一毛，一尘是医报里面最小的，一毛呢是说我们这个汗毛的尖端，正报里面最小的。无不是圆明具德，圆是圆满，他一丝毫都不欠缺，就是整个宇宙啊，就在一尘一毛里面啊，这个是无法想象的啊，所以这个境界，四舍华严品题上讲。如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讲的这个啊，这个境界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也没有办法能讲得清楚啊。可是世尊有智慧，有善巧方便，还是很详细地为我们说出来了啊，可是我们不容易听懂，什么原因？我们有业障啊。佛真的是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业障啊，障碍了我们的智慧，我们听不懂啊。业障是什么呢？怀疑、分别、执着，你就没法子了。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把佛经听懂呢？不怀疑，不分别，不执着，你就听懂了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
听经，不执着言说，不要执着言语，不要执着名字的名词术语，不要去想它的意思。你能这样去听呢，你能够听得懂，你能够契入境界。读经也是一样，读经这个经里面的文字，经本上的文字，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所以我们不能听经，不能执着言语，读经不要执着文字，执着文字就坏了，同样的也不要执着名词术语，也不要想里头的意思。为什么不能想里面的意思呢？你一想就错了，一想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为什么佛没有意思？化身菩萨已经转八识成四智了，意思是在八识里头。第六识是意识，第七识叫一根，意思就在这两识里头。你现在已经转变了，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等心智，你没有意思了。如果有意思，你是凡夫。有意思是什么？你用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你不是用真心。佛给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乃至于种种示现，都是真心，都是本性。所以说，从性德里面流露出来的才圆满。这个圆满是讲的德，明是讲的慧，圆满的性德，圆满的智慧，还是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一句话我们听多了，我们听得耳熟了，也能够说了，可是不是我们的境界，转识成智才是这个境界，那叫证悟了。我们现在学的时间多了，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可是我们得有善根，善根是什么？相信佛菩萨所说，对他毫无怀疑，我们自己心量要脱开，所以华严经的当机者化身大士了，清凉给我们讲十种人，十种当机，最后一种是凡夫，凡夫里头哪一种凡夫呢？叫大心凡夫，心量很大，对于一切事，一切理，不去斤斤计较，我们一般讲啊，大而化之，这样的人呢，可以听华严，如果说是很保守，很执着，样样都要计较啊，华严就不契机了，他不适合听这个经，这个听这个经呢，一定要心胸。广大，
这个开阔啊，什么都不愿意计较啊，这样的心态跟华严相应啊，所以圆满的一丝毫欠缺没有啊。这圆满两个字是关键的 实在讲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见性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这个意思虽然不显他一样不缺我们净土宗里面讲最高的境界常寂光常寂光是什么样子圆满具德，就是常寂光。常寂光里面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物质现象什么都没有什么样子呢？是一片光明所以叫极光极是清净清净到极处连物质精神现象都没有可它一片光明，它不是黑暗的，它是光明的这是我们本来面目佛在大经上说我们我们六道凡夫一念不觉，二有无明，这一不觉就在常寂光自性里面呢，出现了一个阿赖耶。阿赖耶里面有相了。这就是慧能大师讲的最后的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什么？宇宙出现了，我出现了，我是正报，宇宙是依报，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同时出现的，这宇宙出生诞生了，多少时间呢？一刹那。这一刹那是形容其短，时间的短，短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现代的尖端科学量子力学里面讲的叫小光子，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现象什么？就是那一个小光子里面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虽有物质精神现象呢，我们看不出来我们要怎样才能看出来呢？一定要这种现象那个一念的那个念头的意念的现象，要很多念头累积起来我们才看见才看到物质现象
啊，从物质现象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精神现象。啊，这个物质上，这物质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思。啊，他自己也有意思，他也懂得一切万事万物的意思，他通的，他没有障碍，他通的。啊，他没有空间，他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他跟任何物质没有距离。啊，没有时间，他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完全在当下，这是常寂光里面的状况。可是念头一动，常寂光没有了。啊，常寂光没有了叫无明。你看我们现在有无明啊。啊，无明从哪里看呢？你看看我们居住的环境。如果把太阳拿掉，把月亮拿掉，把灯拿掉，是什么样的环境？一片漆黑，这就叫无明。啊，诸位要知道啊，如果你明心见性了，不是这个现象。啊，通通都拿掉，一片光明。啊，这是自信的性光，自信的光明是永恒的。啊，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现在是无明障碍了光明，不是我们的光明没有了。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常寂光。啊，只要我们即光就现了。即是什么？即是心里面一个念头都没有。啊，这个即的意思就是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都放下了。都没有了，这个极光才现前。啊，如果我们只是说执着放下了，啊，那了不起啊！执着放下六道就没有了，啊，六道从执着来的，啊，分别放下了，分别放下了，四圣法界没有了，啊，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没有了，这十法界都没有了。出现什么？出现十报庄严土啊，那是化身菩萨诸佛如来他们所居住活动的环境。如果起心动念都没有了啊，连习气都没有了，那就完全回归到常寂光。回归了，十报土也没有了。啊，我们听到科学家的报告，啊，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啊，科学家也实在是很了不起，我们不能不佩服，啊，怎么比不上别人？他们发现宇宙啊。宇宙很大了，现在我们能观察到的，能够体会到的，只是整个宇宙的10%，还有90%的宇宙到哪里去了？啊，很多科学家呢都在研究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应该是由两种解释。一种呢，这个空间确实有维次，啊，他没有把维次放进去。我们能够探测的是这个。世间能观察的是三度空间的。四度以上啊，我们就接不到了。
啊，就高维次的空间见不到。这个维次在科学里面说了，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限制的，啊，是无限次的，啊，现代科学家真正能够用科学证明的，以前黄念祖老就是告诉我，至少有11度空间存在，啊，是见不到的。那另外一种是佛家讲法的，啊，你比一个人修行，啊，从我们这个人道，啊，修得很好，修得很如法，啊，他来生到天道，啊，天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一层一层往上提升，啊，到处了六道轮回，啊，六道之外有声闻法界、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这都是不同维次空间。啊，明心见性之后，设法界没有了，啊，真正觉悟了。我们这个无量寿经经题上讲，清净平等觉，啊，阿罗汉所证的是清净，啊，清净六道就不见了，平等觉十法界就不见了，啊，但是它有一真法界，啊，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如果无明的习气都断了，十宝土也不见了。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连十宝土都在内，都没有例外的，啊，那当然讲回归常寂光，啊，回归常寂光没有了，宇宙没有了，啊，这是佛法里面的解释，啊，这个解释很圆满，啊，你从常寂光变现出来，最后还回归到常寂光，啊，常寂光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一切现象啊，确实像梦幻泡影，不是真的 啊，那佛告诉我们，既然不是真的，你就不要执着，你就不要控制，你就不要占有。为什么？你起这些念头啊，那自找苦吃，那苦不堪言啊！应当把心量拓开放大啊，一切随他去吧，这个好啊！啊，真的是所谓是大而化之，你也得了自在了。啊，那更应当要学的呢，学的是了解事实真相，啊，彻底明了。真相大白之后，啊，就比如说你做梦啊，你忽然觉得了，我是在做梦啊，梦不是真的呀，啊，梦里头梦一头老虎，它要吃我，啊，再一下想的是做梦，哎，释迦牟尼佛曾经以身喂老虎，我也可以啊。你就一丝毫恐惧都没有了，啊，自信里面大慈悲心就生出来了，啊，佛菩萨能做得到的，你也做得到，啊，但是梦一定要醒
过来啊，这是早晚的问题啊。醒过来就是见性，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由此可知，佛是什么？佛是个清醒的人，醒过来了。啊，菩萨也清醒了，还没有十分清醒。啊，佛是真正清醒过来了。啊，那么在十法界里面都在做梦。啊，可是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一定要晓得一法，你说我们的身体，用身体来说啊，我们讲物质啊，我们的身体啊，从外面看，眼耳鼻舌身这五官呢、身体里面五脏六腑啊，这么多器官呢组成的啊，很复杂了。那每一个器官怎么组成？每一个器官是细胞组成的啊，细胞是分子组成的，分子是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粒子组成的。你一细往里面呢去分析，分析到最后，这叫做基本粒子啊。这个基本粒子随着科学的这个进步啊，它也没有一定的说法，越说越细了啊。现在这个量子科学家的时候，称为量子，最小的是量子。啊，是这个东西组成的。整个宇宙，啊，人也好，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啊，矿物也好，全都是这个东西组成的。啊，真的，一体啊，没有差别了。啊，为什么说一体呢？每一粒微尘啊，或者我们讲这个量子，量子就是小光子啊，每一个小光子都是圆明具德啊，都是圆满的啊，自性里面所有的德能、智慧、德能、相好啊，就在那个小光子里头，它通通去做。每一个小光子都去做啊，那像我们的身体一样的去啊，每一根汗毛都去做，每一个细胞都去做啊，这我身上的去做跟你身上去做没有两样，是一样的啊。我们人身上所去做跟动物去做没有两样啊，跟植物没有两样，跟山河大地没有两样啊。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会承认肯定了啊，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啊。不管我有意无意起个念头，这个念头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物质形象通通接收到。我们动个念头，好像那个法报机一样，我们的信息啊发出去啊，所有这个物质现象它通通都接收过去了，它都知道了啊，而且速度之快，超过光啊，超过电磁波啊。啊，我们在还原观里面念叨啊，念头才起啊，周边法界啊，周边法界是讲它的速度啊。所以无论是善念是恶念，是净念是染念啊，念头才起变法界虚空界，能瞒得了谁呢啊？会瞒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念头自己不知道
啊，六道的众生有一半能满道，有一半满不到。啊，哪一半呢？在我们上面的色界天、无色界天，我们满不过他。啊，欲界天也可能会有圆满。啊，四圣法界是更满不住了。啊，那十方诸佛刹土当然通通接受到啊。啊，这是事实真相啊。这是华严境界。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30岁开悟。啊，开悟之后就教学。没有见道场。啊，过的什么生活呢？流浪的生活。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啊，决定不麻烦人。啊，住在哪里？住在树下。啊，生活方式托钵。啊，圆门托钵。没有道场啊。啊，晚上在大树底下休息。啊，打坐休息。一天从早到晚都是在教学。用现在的话说呢，他老人家的号召力不错，法缘殊胜啊，常随弟子及学生跟他学的啊，不离开他的，这经上常讲啊，1255人叫常随弟子啊，临时跟他的，我们能想得到人数肯定比这个多，不会比这个少。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他这个团体是2000-3000人呐。啊，跟释迦牟尼佛过同样的生活，天天听佛讲经教诲。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佛跟宗教挂不上钩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它不是宗教啊，不是宗教，现在变成宗教了。我们现在四众弟子有罪也，对不起释迦牟尼佛了，它是教育，你把它变成宗教了，是成什么话呢？这真正叫忘恩负义。啊，佛陀教育，代代承传，传到中国来是教育，不是宗教。啊，你从到中国来之后，专门建的有硬体设施了，啊，有机构了，这个机构称之为寺，你就晓得它不是宗教。啊，宗教称庙啊，啊，称宫啊。不是称寺啊，啊，寺是政府办事的机构，啊，这个机构直接归皇上管的，称为寺，啊，所以皇帝下面
一级单位有九个，这九个都成寺。诸位如果到北京到故宫去参观，你就看到了你看故宫里面办事的机构挂的牌子都是寺的长官是亲你看看中国历史上讲三公九卿三公是皇帝的顾问，这个地位是最高的，九卿是皇帝下面九个单位的长官佛教传到中国来给他建立办事的这个机构也称为寺这第一个寺是白马寺洛阳白马寺，那个时候首都在洛阳后汉用白马来做名字，这是古人厚道经典佛像从西域是白马把它驮到中国来的不能忘记他的辛苦所以用它来做名称名字这直接归皇上管的教学的机构寺里面就这办些什么事呢？第一个是翻译经典，就像国家的这个殡仪馆一样主要是翻译经典，经典翻译之后是讲解经典依照经典呢来学习，所以它是教育那个时候没有把佛教当作宗教一直到清朝初年还是教育我们看到，你看康熙、雍正、乾隆那个时代的高僧太多了佛家的寺院庵堂要用现在的话说，多半是专科学校他道场那么多佛教里面经典很多，法门很多，你想学哪一个科系你就到哪个地方去学习隋唐的时候中国成立了十个宗派宗是大别像学院一样派呢是像学系每一个学院有很多学系，它是教学它有学位呀佛教的学位最高的学位叫佛陀，所以它不是神的名字它是学位，你可不可以拿到？可以。第二个学位是菩萨，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他的标准在经上有一句话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可以翻的，不翻为什么不翻？尊重不翻这是取得佛家三个学位的名称他的标准翻成中国的中国话是无上正等正觉，这是可以翻的。可是经典上还是看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你得到正觉了正觉的条件是什么？我们这个
经题上的清净。啊，清净是正觉。啊，你得到正觉了，就称你做阿罗汉。啊，佛门第一个学位你拿到了。啊，第二个呢，平等。啊，平等心你得到了。那你拿到第二个学位叫菩萨。啊，菩萨平等的。第三个学位叫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个这个学位拿到就成佛陀。啊，所以佛家了，人人都是佛陀啊。跟宗教不一样啊，宗教上帝只有一个，那两个还得了吗？啊，佛法里面个个都能成佛陀，人人都能成菩萨。啊，它是学位名称啊，就好像现在的学校啊，最高的学位是博士。啊，人人都可以拿到博士学位，都可以成博士。啊，人人都可以成硕士。啊，现在学校也是三个学位，学士、硕士、博士。佛法也是三个学位，啊，佛陀、菩萨、阿罗汉，这都搞清楚啊，搞明白了。那现在迷信呢，真的宗教是迷信，把佛菩萨都当作神。你说释迦牟尼佛冤不冤枉？啊，这是我们后代的这些学生无知啊，侮辱了老师啊，让社会大众产生这样的误会。我们这个罪业就深了。我们不晓得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华严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自信是圆门圆明觉得啊，自性所现的一切法，一切法的本体就是自性，无论是精神，无论是物质，也不分大小啊，所有的这些现象全都是自性变的啊，自性变成了形象，它不是形象，它变成形象。但是形象里面呢，具足自性的圆满的智慧德相啊，这个前面都说过啊。啊，摄玄是华严宗啊第二代的祖师智严提出来的啊，先手把它具体说出来了啊，到清凉啊，才为我们详细的说明，我们了解华严经的大意啊，华严经的意趣啊，确确实实古大德称这部经称圆满法轮，有道理啊。
啊，一切经教所说的没有超过华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地球成了问题了，灾难这么多啊，到处都是以前所没有的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量子力学知道，佛法知道啊。量子力学近代说的，佛法是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说的啊。你要晓得原因的原因，这根本原因是念头啊。谁的念头啊？我们自己的念头，起心动念啊。啊，这个念头要是正啊，邪正怎么分？与心性相应的是正，与心性相违背的是邪。啊，但是我们还是找不到标准呐。啊，佛为了要教初学，啊，教我们这种程度的人，啊，佛为我们说出十善业道，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讲了十条。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绝不违背这十条，这是真。啊，如果违背了，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那就错了。那就违背心得了啊，随顺心得为之善，违背了了，那就叫恶啊。这善恶有标准了啊。那么在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说得很详细啊。如果我们能够遵守，这是善；如果违背了，那就是恶。啊，地球跟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念头能影响自己身体，能影响居住的地球。为什么？大乘教上佛常讲，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识就是念头啊，念头能产生变化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身体是心想生，我们家庭是心想生，我们的社会是心想生，我们的国家也是心想生，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地球、这个太阳系、银河系全是心想生。啊，念头主宰一切呀。啊，念头正。啊，遵守古圣先贤教诲，他们那个东西不是他创造发明的啊，他们都是见性的，随顺心得，那么有不善的啊？你自己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事业顺利啊，社会和谐，
世界大同，它怎么不好呢？那我们居住的环境，所有灾难都不会起来，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啊，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哦，原来我们只要把念头转过来，啊，断恶修善，改邪归正，啊，转迷为悟，问题就解决了。啊，这个地球上灾难没有问题啊，可以解决啊。啊，那我们在想了，这要多少人转过来才有救啊？啊，我们的老祖宗啊，佛门这些祖师大德也给我们说，啊，说了一个原则。啊，少数人做也能转多数人的业报。啊，为什么呢？叫邪不胜正。你少数人这个念头是正念。那、啊、今天全世界的时候，这人是多数，他们是邪念，把地球搞成这个样子，把社会搞成这样的。那要多少啊，多少人转变了才能改变这个社会呢？啊，这是量子科学家告诉我们。啊，估计现在世界上人口大概64-65亿的样子。啊，64-65亿的人口。啊，那多少人就能够这能够帮助真正转变过来呢？他大概8000人的样子，能有8000个人啊，真正觉悟了，真正回头了，哎，就能够把整个地球60多亿人造业能够把它转过来，这么听起来就不太可能呐。啊，那8000人少数啊。啊，所以我们能够接受，能够相信啊，那就是相信古人不会妄语。啊，佛菩萨不会妄语。讲的是什么？邪不胜正。啊，多数人这是邪。啊，少数人是正啊。而且正很容易啊能转变。为什么呢？人都有本性啊！我们的老祖宗教导我们，人性本善啊！你看过去教同盟的三字经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叫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本觉就是本性、本善、本有啊，不觉就是迷啊，就是邪。那不善呢？那个自信里都没有，自信里头是纯净、纯善。啊，所以只要你好好的教他了，很容易就回头就转变了。所以教育太重要了，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一生从事于教育。啊，他是什么身份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是职业老师啊。一生教学啊，他教什么？
教我们大家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不是迷信啊。啊，这个里面有最高的科学、哲学。啊，我到早年学佛，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方老师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我学了59年了。证明老师的话正确，老师没骗我。啊，我发现了，不但是最高的哲学，也是最高的科学。啊，今天全世界科学哲学还不能解决的问题，全在佛经里头。啊，科学的发展能够把佛经里面很深奥的东西啊。证实了，用科学的手段证实了，这是一桩好事啊！啊，现在证实我们真正相信呢？你看这个地方讲的啊，横竖万法成为一大缘起，法法交彻，这个被量子力学证明了。啊，这个话是。3000年释迦牟尼佛说的啊，证明了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啊，一个生命共同体，无论是物质无论是精神都是共同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协会啊，同学们发起修六合金，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拯救地球，化解灾难啊，真的是三宝加持啊，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科学家的报告啊，增长了我们的信心啊！量子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能够有8000人啊，同心协力，放下万缘，一心祈祷。哟，这个是外国人搞成外国人的祈祷嘛？宗教里面的祈祷嘛，就能够。化解地球的灾难啊！我们听了之后很清楚很明白啊，这种祈祷有没有效果？有，治标不治本啊。为什么呢？隔个几天不祈祷的话，问题不又出来了吗？啊，没从心理上产生变化嘛？啊，不知道念力它的本质。祈祷的时候还是祈求上帝啊，还是求神呢？啊，在佛法里面不是的呀。啊，佛法承认宇宙里头有神存在啊，神也是众生啊，无论是天神是地神，他也迷惑颠倒啊，他的能力比我们强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有报德的，有修德的啊，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他没有彻底明了。彻底明了叫做佛菩萨。啊，所以你看中国我们的祖宗
真有智慧啊，他们晓得啊，用什么方法呢？用教育。啊，人接受过教育了，就叫良心发现了。啊，不好意思做坏事。啊，做坏事是很丢人的事情啊。啊，所以伦理道德能够规范一个人。啊，比法律好啊。啊，让大家耻于作恶。啊，可是教育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果教育。这是事实真相，要讲清楚，要讲明白，真有其事啊。人要能够相信因果教育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他不敢作恶。啊，为什么呢？想到将来的果报他就害怕了。就不敢做了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呢，儒释道三家的教育，把中国人教好了啊。那么现在在这种乱世还有效吗？还能把人教得好吗？中国人不相信，外国人也不相信。啊，我们把中国几千年古老的这些经验，在联合国多次做出报告。啊，与会的这些会友，啊，听了都很欢喜，都赞叹，都鼓掌。我下了台之后，啊，他们来找我聊天，告诉我，这法师你讲得很好啊，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啊，我听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很震动啊。这才是真正问题的关键呢、啊。那怎么办？如何能叫他相信？一定得做实验。啊，科学是讲究实验的。啊，做出实验，他才会相信。啊，所以我原先在国外啊，啊，在新加坡，在澳洲，啊，想做实验，语言不成熟，啊，在05年，我很久没回到老家了，啊，回到老家看看，啊，故乡看看，离开家乡70年了，啊，还有一些堂兄弟，啊，族兄弟呢就很多了，大家在一起聚餐。啊，我就把我这些年来在国际上所做的向大家报告，很想来做实验，啊，让这些外国人，啊，让联合国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信心，啊，这家乡父老热心，告诉我，行，我们支持你，回家来做。啊，所以我们就真的啊，在庐江县汤池镇在这个地方做实验，用这个小镇啊，这个小镇居民48000人，我们在这里办了个中心啊，第一批老师37个人啊，我要求老师说我们学弟子规啊，教人一定先做到啊，每一位老师啊
要把《弟子规》百分之百的做到。啊，我给这些老师4个月的时间，老师真了不起啊！啊，我们从内心的感激、佩服，他2个月就做到了。真难得。啊，当时啊，主持这个实际上主持中心的杨老师给我报告，说我们做到了。啊，往后怎么做？下乡入户。啊，我们把《弟子规》做出来，不是讲出来，讲出来没人听啊，做出来。这小镇的人就感动了啊！然后我们在中心，这老师在中心啊授课，小镇里面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自动的到中心来学习，3个多月，不到4个月，小镇的风气啊完全改变了。我们那时候非常受感动，为什么呢？我们估计应该是2年到3年才能收到效果，没有想到不到4个月效果卓著。我那时候深深的感叹，说了2句话：我们的实验证明了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得到了证明。第二个证明说，人是这么好教的，就是没人教嘛。你看一教就回头啊。啊，这个消息传到我这里，我就想到了我们怎么样要到联合国做报告。我说祖宗之德了，三宝加持啊。2个月之后，啊，5月份，2006年的5月份，啊，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啊，写了封信通知我，希望我参加10月份。联合国办了一个活动，啊，参加我要求我参加主办，啊，这个活动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这是题目，啊，讨论的呢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因为我们参加主办，所以我们主动提出来啊，要求我们把汤池这个实验啊，要求给我们8个小时做报告，还要求联合国给我们一个展览的场地，我们把这几个月的成果啊，我们有照片有图表有文字啊，做3天展览，这个做得成功啊。啊，我又把新加坡9大宗教啊请到了啊，在联合国大会堂做表演，宗教是可以团结的。所以我那一次办的活动就2句话啊，第一句话告诉全世界，告诉联合国宗教可以团结，第二句话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
啊，那么现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三个根啊，弟子规啊，道教的太上感应篇，佛教的十善业道啊，在这个全世界都起了作用了啊，许许多多国家地区都在学习，都在做啊，好事情啊！啊，就我们今天同学们发起啊，我们发起学习刘和静来自救，救人救世界。刘和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啊，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六合敬的团体出现，这个世界灾难都能化解。啊，一个六合敬。啊，为什么？六合敬的僧团是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我们念三皈依，诸位都念过了，皈依僧众中尊，这句话就是讲的六合敬啊。啊，僧是僧团啊，是僧团，六合敬的僧团啊，这个团体四个人以上啊，通通依六合敬来修行啊，众中尊。那个众是团体，就是所有这个世出世间一切团体里面，这个团体是最尊贵的。为什么？它活啊！所有团体里面，只有六合敬的是这个僧团是诸佛如来赞叹的 啊。那么头一条，见佛同解，这就是建立共识。这是最困难的啊！我们今天共识是从哪里建立的？真正肯定啊，明了宇宙众生跟我是一体，比一家人还要亲呐、啊，是一体啊！我们从这里建立共识啊，戒和同修，决定要落实四个根。啊，从弟子规学习啊，字字句句要落实，要真做到啊，落实感应篇因果教育，落实十善业道佛陀的教育，落实沙弥律仪啊，出家人必须要做到的，如果做不到的，假的不是真的呀。啊，在家同学三个根，出家同学四个根。啊，你要真正做到，啊，不但自己得度啊，世界有救了。啊，怎么做法呢？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做的榜样，给我们做的榜样，要记住，要认真学习，啊。世尊一生虽然是教学，他没有学校啊，他那个团体是什么呢？私塾啊，人很多，大规模的私塾啊，老师就他一个，以后有学长啊，这些他的这个大弟子们那个。有这个见性的，有正果的啊，他们也代替佛说法啊，代课，但是主要的时候就是一个老师啊，啊，大弟子的代课啊，大弟子也经常不断啊接受十方邀请啊，
哪个地方邀请佛，佛没办法去，就派学生去教化。啊，没有组织，啊，这一点要记住。啊，可是佛教到中国来之后，隋唐时代呢，中国地区，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在佛法里做了一个大的革命，那就是把它变成学校了，啊，正规的来教学了，就是中国的丛林制度。诸位也晓得，中国过去佛教的丛林就是现在的大学，啊，它是有组织，啊，有分工，啊，你看丛林里面的组织，跟现在学校组织完全相同，啊，丛林的主席就是校长，啊，我们一般称为什么方丈、住持，这是校长。啊，首座和尚是教务长，啊，现在大学称教务长，他管教务，啊，维诺是训导长，啊，建院是总务长，只是名称不同啊，他分工跟现在学校还是相同的，啊，所以方东梅先生。这个话跟我讲过十多遍，啊，叫我记住，中国佛教要复兴，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啊，所以我常常提到说要建佛教大学。啊，现在如果说是我们这交通便捷了，资讯发达了，现在地球是一家了，我们。目的是求世界和谐，啊，国与国和谐，族群跟族群和谐，啊，这个政党跟政党和谐，宗教跟宗教和谐，我们追求这个理念的，啊，所以，我从宗教这个大学，就想到什么多元文化了，啊。多元文化的宗教大学，啊，而不是一个佛教大学了。啊，这样是，各个不同的宗教，将来都是同学。每一个宗教设立一个学院，啊，组成一个宗教大学。啊，所以说同是一个学校的学生，就所学的宗教不一样，那就这个你学你念的科系不相同啊，你是一个学校啊。啊，因此每一个宗教里面的主要的概念啊，我们都要学习啊，不会陌生啊，啊，宗教跟宗教之间。啊，才能够真正做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全心全力的把好的教义提出来，啊，来教化众生。啊，帮助社会化解冲突，啊，促进安定和平。啊，那么科学家，量子科学家告诉我们，只要8000人就能救地球。啊，所以我就想到，我们这次提倡这个六合敬的修学，应该把这个理念呢扩大。啊，我们在全世界，首先希望敬宗学会响应。啊，我想在全世界。大概有200个敬宗学会吧，啊，应该有这个数字，啊，每一个敬宗学会能够有60个人六合敬嘛，
有六十，啊，六十个人，啊，真正发心，断恶修善，啊，改过自新，转迷为悟，啊，认真来学习经典，啊，先把三个根扎好，然后在经教里头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真正发心这样的修学，那一个学院呢，六十个人，两百个学院就1200人，超过8000人了。啊，我们以这个功德来回向，给全人类，回向给我们居住的地球。啊，肯定会有非常好的效果。啊，真正明白横竖万法是一大缘起。我们每一天念佛回向啊，一定要记住。啊，最后要回向十方刹土微尘法界。啊，不能把这个忘记啊。啊，十方刹土微尘法界跟我们是一体。我们希望地球上的灾难，大灾难化成小灾难，小灾难就化成无灾难。啊，佛法里面讲念力创造了世界，创造了宇宙。啊，今天被量子科学家证明。啊，这个是稀有难逢的机缘呢，我们遇到了。啊，希望大家发心。啊，这个发心要从内心里的发，不能勉强。啊，发心的认知还是在学习。啊，所以教学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我们在汤池做实验，虽然时间不长，汤池这个地方，这个风气确实转了。啊，非常明显，大家能看到的。犯罪率降低了。啊，离婚率降低了。人民和谐了。人民懂礼了。啊，真是在那里看到礼义之邦。啊，变得和谐了。啊，整个地方磁场不一样了。啊，在3年当中啊，这个地方没有灾害。啊，最明显的，刚好那个时候我还在，啊，我住在实际禅寺讲华严经，啊，就是遇到的时候，这个四川这个大地震，汶川大地震，啊，这个地震呢，它这个波动的范围确实很大，啊，你看我们晓得的时候，啊，怎样是在四川。啊，北方河北有感到地震，啊，山东有，啊，江苏有，啊，江西这个通通都有，啊，安徽也有，可是我们庐江这个地方没测到，啊，他这里有测地震的一个站，没有测到地震，所以那是人很奇怪，为什么周边都测到地震啊？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测到？啊，是不是量子哲学家所讲的？啊，我们汤池小镇有48000人，回心转意了。啊，大家都想学好了，不想做坏人了。
啊，那么同时我们在那边也是讲了一个月吧，讲了一个多月的这个华严经。啊，所以我们没有测出到地震。啊，还有周边有些小的灾难的时候，我们那个地区没有。啊，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啊，原来讲佛经嘛，大家认为这是宗教，是迷信。啊，现在量子力学也这个是也这么说法。啊，我们就老老实实去做，做总比不做的好。啊，我们再看黄念祖老居士啊，引用本经经文说明，本经里头有圆明具足的意思啊。经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以深念必生愿为大愿之本，专众持名念佛，名具万德，此一句佛号圆满具足一切法之功德。觉体是华严玄门圆明具德之一。这话说得好啊。啊，跟华严教义没有两样啊。啊，无量寿经啊，确确实实全经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宗是什么？宗旨。啊，全经修行最重要的指导纲领啊，指导的原则啊，这个经教我们怎么样修啊，就这八个字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是什么？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的啊，讲了三句。至诚心，身心发愿回向心啊，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啊。至诚心是体啊，是菩提心的本体。身心跟回向发愿心呢，都是作用啊。身心是自受用，回向发愿心是他受用，是对人的啊。菩提心怎么对人？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也讲菩提心。他讲的三心，第一个是直心，第二个也是讲身心，第三个讲大悲心。我们把经跟论合起来看就容易明白了啊。直心就是至诚心啊，身心经跟论呢都是这样讲的。那身心什么意思呢？古来祖师大德跟我们注解啊，注解也容易明白，好善好德啊，这是身心啊。那么我这么多年来跟大家讲这个发菩提心，我把它加了几个字啊，经论都说三个，我说五个啊，大家好懂
我用十个字，五句。啊，菩提心的体，真诚。啊，菩提心的自受用，就身心。啊，这很难懂。我用我们无量寿经的经体的这个文字，经体上有五个字，清净平等觉，这就是身心。啊，所以通通加通通两个字嘛，这个觉上加了一个正字，啊，清净平等正觉，这是身心。后面呢，慈悲是他受用啊，对别人要大慈大悲，对自己要清净平等觉啊。体是真诚啊，真诚的清净，真诚的平等，真诚的正觉，真诚的慈悲，这是菩提心啊！啊，而且这个经体这几个字，这几个字真的是包罗万象啊！如果讲三宝来讲，啊，佛法僧三宝，清净是僧宝，平等是法宝，正觉是佛宝。你看，三宝具足啊，啊，三学具足啊，三学是戒定慧啊，清净是戒学。平等是定学，正觉是慧学，你看三宝三学啊，全在里面了 啊， 啊，三个学位也在里面，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通通在里面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念头一动就跟他相应，啊，就不理他，啊，念念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叫发菩提心啊！这个心发了之后，啊，如何落实？给诸位说，落实就是三个根。啊，三个根真正做到了，菩提心初步落实了，初步重要啊，初要是初步是你的基础，你没有初步你就不会有第二步啊。如果的时候这三个根做不到，那菩提心是有名无实啊，那不是真的啊，念念不舍菩提心呢、啊。啊，一项专念你肯定成就，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一部经一句佛号，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你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啊，修其他的法门难啊，难在哪里呢？难在断烦恼，这烦恼断不掉啊。净宗这个法门呢，不要断烦恼，你能把烦恼控制住了就行了啊。烦恼控制住，这个比断烦恼容易太多了啊。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控制呢？就用一项专念啊，我天天不离佛经，烦恼习气不生了。要怎样念经啊？刘素云居士在这里报告，跟我们说了个榜样啊。他告诉我们，他每一天听经十个小时，听什么经呢？专听无量寿经
啊，他不听别的。啊，他手上有我的这个讲经的光碟，早年光碟，早年一片是一个小时，他还听那个。啊，一天听十个小时，他十个小时不是听十张碟，他听一个，也就是说，这一个碟听十遍，他是这个听法。大概也听了十年了。啊，所以我听说他在我们这里做报告，这每天两个小时。啊，七天十四个小时。我们这有台光碟。完了之后，这个深圳同学把他请到那边去。一个小时，一天叫他讲八个小时。他不要讲稿的。啊，我们相信啊，他不需要讲稿了嘛。你看，一天听十遍，一个碟听十遍，他听了十年，他还要讲稿吗？啊，一天八个小时，是越讲越有精神了，越讲越欢喜啊。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啊，你问他往生有没有把握？他跟你说，他肯定有把握。这个话不是骗人的，是真的。啊，什么时候往生？随时都可以往生。那现在还在这个世间中，阿弥陀佛，他自己讲的，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啊，啊，去给众生做好样子。啊，去表法不然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还留在这个世间干什么？表法的，给大家做好样子啊，就是还原观四德里面的这个第二德，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四德里面的第二条啊，威仪有责啊，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啊。他先也吃了苦头，不吃苦头人家不相信，吃了苦头大家相信了啊，得了那么重的病，啊，一句阿弥陀佛念好了，啊，这是一项专念重要啊！啊，我这一生是自己不能做主啊，是没法子啊。啊，早年我在美国住达拉斯。啊，有个同学有一天来问我，他说：“净空法师，啊，如果这学习经教啊，如果只准你学一样，你学哪一部经？”我说：“我早就有这个意思，希望一生呢就学一部经。”啊，我会学哪一部经？我选的是偶业大师的《弥陀经要解》啊，我最欢喜这部经啊。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遇到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那是早早年头啊。以后李炳南老居士把这个汇集本给我啊，我看了一遍之后啊，
无比的欢喜心啊！他给我的本子是他老人家自己曾经在台中讲过一遍，自己用毛笔规规矩矩写的一些注解，写的这个本子，非常珍贵。我最初讲了三四遍，最初讲《无量寿经》讲三四遍，都是以李老师的眉注。以后遇到黄念祖老居士，他把这个注解的本子送给我，我才参考这个资料。所以这一次，总共过去讲过十遍，这一次呢，这次跟大家了就讲他的注解。我深深了解他写这个注解的时候一身的病啊，带着病痛完成的。那我这一次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称作大经解的演绎。纪念老居士，老居士对我们的遗爱，对我们的恩德，我们永远不忘啊！下老居士的晦气，他这么用心的来注解，所以我不把他这个注解详细讲一遍，我对不起他了。所以我们好好认真学习，这个是最重要的指导原则，那么别的经不学行吗？行。为什么行？无量寿经通了，华严就通了。我们这次讲这个大经解的演绎，这样讲下去，讲明白之后，你去看华严经疏钞没问题，你自然就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这是佛法的秘诀。为什么会通？因为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我不但的说到一切佛法通了，给主说所有宗教都通了。你说为什么？一体，心性是变嘛。所以任何宗教，你只要好好学你的宗教，你再没有深入，跟其他宗教不一样。深入进去之后才晓得，跟所有宗教完全相同。我有一年在印尼大学，参加一次毕业典礼，那一次毕业典礼学校送我博士学位，回到大学。这个应届毕业生有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他说我们宗教不一样，怎么能团结呢？好像印尼也是五个宗教。我当时告诉他，我说譬如一个手掌，你看五个手指不一样，五个宗教不相同。如果你一门深入，就你自己不要去研究别人，你一门深入，深入到这里还是不一样，深入到这里就一样了，就全通了。这个地方讲的时候你要知道，
一法圆满一切法之功德。啊，基督教的新旧约那一本圣经，那是一法了。它是不是圆满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的功德？真的，它圆满。我们这一部无量寿经也圆满，法法都圆满，没有一法不圆满。这叫做圆明具德了。啊，释迦牟尼佛说的话我们都相信啊。啊，那我们要问，啊，这个法真的，不管是邪法正法，只要通了，只要通得信了，全都通了。啊，马克思主义能不能通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通全世界各个宗教经典？肯定能。只是你没有到那个见性的境界。法法都是自性现的，法法都能见性，没有一法不能见性。啊，在自性里面没有染净，没有善恶，啊，也就是说没有对立的，完全是和谐的。啊，大乘经你要是念通了念透了，这个有受用啊。你没有念通你不得受用，你还有怀疑，你还有分别，你还有执着。啊，那么你所得的受用微乎其微也。可是微乎其微你真的得受用。啊，比一般人高明一些了。啊，重要的是你要通，你要打。啊，你要把它通到底。啊，然后你才能贯穿一切法。啊，一切法的功德就在一法里头。这一法是任何一法。不是哪一个特殊的法，不是的。任何一法都如此。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任何一个人都尊重。就像对佛陀一样，对任何宗教都尊重。啊，就像我们对释迦牟尼佛一样，对任何经典都尊重。啊，没有怀疑，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对立。啊，所以佛在经上说两句话了。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啊，这个是在大概在30多年前呢，我续了两句。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呢？一法圆满一切法的功德。啊，一个人圆满一切人的功德。啊，一个人圆满一切众生的功德。这范围多大。完全在用心不同。啊，这宗知道了。还有个本。以生念必生愿，这个愿是什么？48愿里头的生念必生的第18愿。啊，第18愿是阿弥陀佛大愿的根本呐。往生不难呐。啊，生念什么？临命终时。啊，一生没有念过佛，一生没有遇到佛法，
临命终时才遇到个善友，告诉你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只要你念十声就能往生。我在美国遇到这么一个人，在华盛顿D.C.有个周居士在那里开了个面包店，得的癌症，最后到严重的时候，他也很痛苦，没有法子。他家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在求佛，我们那里有个佛教会，找到我们佛教会，我们这个佛教会里面同修去看他。劝他念佛，这是有善根呐！一听就接受了，就欢喜了，告诉他的家里面的人，他的太太儿女，不要给他求医了，也不必想他好去，大家念佛，帮他助念，送他往生。这一念佛的时候，他的感觉就不痛了，痛苦就没有了。三天他就往生了。瑞相稀有啊，活化有舍利啊。确实啊，这是十年必生的大愿。一点都不假了。念佛真正能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你就做佛了。到极乐世界头一个好处，寿命无量啊，那是一个最好的修学环境啊。阿弥陀佛亲自教诲，十方诸佛都帮助你。你到那个世界，你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同时可以去参访十方刹土无量无边诸佛，你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你去听经，听经是修慧。西方极乐世界一世所修，一天所修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一亿年都不能跟它相比。我们在那修一亿年比不上在极乐世界修一天，这个要懂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你了解之后对这个世界就毫无留念了，你留念这个世界错了，你要想这个到这个世界来，到极乐世界打个转再来，你是佛的身份来了，你不是凡夫了，所以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啊！不抓住你太可惜了。专重持名念佛，名居万德。一句名号，一句名号，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是一法了，这一法也圆满一切法的功德。佛法里面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无量法门的功德都在这四个字里面。谁知道啊？佛知道，化身菩萨知道。别的人不知道啊。我们要不读华严经怎么会知道，要不读这个释宣门怎么会知道，
啊，从这个地方我们才恍然大悟啊！啊，所以这一句佛号啊，圆满具足一切法的功德，具体是华严玄门圆满具德之意，这一点都不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只能学到此地啊。明天我们再接着往下学习。